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啊，咱各位同学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我叫做潘良华，平埔族，马卡道族哈。那么我今仔要讲的题目是要来探讨咱台湾的主权地位哈。那么大概尽量今仔。讲看会完未吼？好嘞。那么首先呢，我阁自我介绍者，西拉雅族的支族其中一族，伊拢总有三族啦吼。一个叫做马卡道族，就是高滨地区的，我就是高滨地区的马卡道族哈。那么另外一族是大满族，小林村，哎，咩村去啊？哈。那么我祖先。伫屏东潮州段，啊，迄、那个所在你知影吼？屏东那日头特别大，像我今仔下昼要来的是，阮遐要26度，那么咱今目前遮已经14度，我安尼差12度呢。我做我来遮不时会感冒，我然后就像一个月前来遮感冒走声。啊，那么我。参加什么政党？就是哈，上台先还未有民进党的时，我就有咧买党外杂，迄阵叫做党外杂志，啊，比如讲《美丽岛杂志社》，80年代，啊，迄个像，这个郑南榕，啊，伊迄阵伊出作者，伊请作者寄这个杂志的牌，因为这个哪有，叫做伊迄阵叫做禁册啦哈，哪有查禁的时？伊迄期杂志愈查证，大家愈爱去买，拢爱愈爱知影讲到底是对一篇文章，真要全部遐惊互台湾人看着安尼。好，啊，所以伫党外时，我都有咧关心台湾。那么到民进党拄成立，我就随加入啊。所以我算我资深的民进党的党员。那么，但是真可惜，就是伫下迄个。柯信良甲徐明德咧做党主席个时，予我真失望。一个讲要大胆西进，吼，甲台湾个资金、技术、人才拢去帮衬中国去平咧发展。啊，徐明德咧讲要跟中国人饮和解咖啡，但是中国人。利用二二八事件，把咱的台湾人的精英，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出来的精英，差不多30000人，有计划把咱屠杀掉。这会使讲是人类真大一个损失。日本政府迄阵真侪优秀的少年家，因为伫日本本土较无空间通去发展，所以这个。留欧留美这优秀的日本的学者、专家，因拢自愿来台湾，啊，台湾有真大个挥洒的空间，互因去表现。哦，你看日本人，日本的建筑师，伫咱台湾所留落来这建筑物，拢是足水的，拢较早欧洲迄款巴洛克式的建筑，拢曲线条的足济。哈，你即马甲看，那日本时代留落来，遐建筑物。拢像安古色古香安尼，吼、
拢袂退流行。哦，其实咱那迄阵日本战败了，卖予中国人来，美军一个礼拜占领，咱真台湾不得了。咱敢若日本时代留落海遐建筑物，包括咱也免去发展遮个高污染吼、高耗能的遮个石化产业啊、钢铁工业遮污染吼、咱台湾真正美丽岛，咱敢若靠观光业，咱就足够过日啦吼、这真可惜吼、那么过来，这两个董主席做了我失望，我阵开始无咧参与民进党的活动。我无偌久才发现有一个党，伊个党名作简单明了扼要，叫做建国党。哇，这个足合我的口味，因为我迄阵就啦侵略个独派，希望台湾家己当家做主，所以伊成立，和我随加入。我这个党吼，实在是拢总真好个这个学者吼，拢师资辈。拢是大学个教授、老师、工程师、律师，吼、啊加医师、毛发师，吼、但是真可惜，民进党伊惊着，因为哇，遮拢遮高水准个高知识分子，啊，民进党遮党员大部分拢是普罗大众俩，吼、精英较少。那么建国党会使讲拢是头精英较济，所以伊惊讲后日啊建国党会大汉起来，所以伊用人头党员一千个，你要甲加入。啊，建国党当初无想到这点，所以要加入了，无偌久因就要求讲要开党员大会，啊又开了到底吼，讲。临时到尾啊，迄个临时动议讲，要求要解散建国党，讲建国党的阶段任务结束啊。迄个忽一个吼，建国党遐嘛帮伊啦。啊，迄个创一个一了一寡干部拢定选，都拢民进党安排人入去掌控，所以建国党拢愈来愈思维。三五年后都。等于无啥咧运作啊！所以民进党为着伊家己党的生存，伊无想到台湾的将来，甲遮好一个建国党，照讲你来好啊配合建国党，遮学者人才专门来讲论述、写论述。那么民进党，吼伊类吼用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，伊行街头、行议会冲撞的路线。会当真好配合，吼、一个专门讲论述，一个专门行动，安尼会当甲国民党真早就引导，结果无安尼做，伊甲这个建国党甲消灭，为着伊家己党个利益，吼、这足可惜。啊，所以建国党无咧运作了，我啊阵无啥物插代志，吼、啊都戆戆啊种我个树啊，哈、我就想啊种树啊遐树啊，无像人遮复杂。好人拢会安尼，只投遐投安，咧冤家安尼吼。啊，只树啊吼，我种三十年啊，伊也毋捌来甲我 complain 吼。啊，伊日也大，暗时啊我咧困伊嘛咧大吼，所以过了真平顺的日子。啊，这平顺的日子为对一天开始起变化，就是有一天吼，阮高雄市。因为我每天都要公司开车去屏东我的农场做工作，啊，伊在遐里在起这个捷运中正路迄个地下道，我甲说因为老沙的关系煞崩去，啊，地下道也袂通，啊，即马要走电管，走电管我伫一个迄个五号路甲中正路路角，啊，看了迄栋大楼下骹。哦，插十几支拢这支机啊，这款机啊，多寡机个。哦，我个想讲，哦，这是直销公司吼、美国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。迄阵是安尼想啦。啊，到一天，
我看报纸吼，啊，顶无介大片，哎、欸，有这个机啊，顶悬后迄个收音机的频道，哎、欸，听看个啊，这是原来政治团体哦，结果吼、哦，收音机啊转来听个，哎呦，我听了个会吓呢，真侪我过去的疑问，哎、欸，有伫收音机听到，有得到解答呢，哦，哎、欸，啊，迄、那个讲隔礼拜拜六。暗时啊七点，要伫高雄市的武庙要演讲，我着走去听。就是咱秘书长迄阵伫2006年，迄阵到7月底，咧选高雄市的这个市长，我迄天去听，啊现场着拢分这设计机啊。就咱秘书长去咧演讲哦，我听了着，规个心拢热起来。过去对民进党、对建国党失望，迄个冷气、迄个心哦，迄天听了后，足欢喜的，迄机啊一架，都为讲会使讲发烧，烧到39度，甲今也袂退烧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都足热啦嘞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因为咱秘书长真正，伊真正做学习的，伊的文章老师啊，你看话也会晓讲。其实迄阵会使讲是淡水边了，我认为上有资格、上有可能带出咱台湾新的一片天，会使讲像迄阵嘞，摩西啊要带迄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安尼哈，离开埃及啊，出埃及之恩哈。啊，咱拄啊咧唱迄个咱的台湾的代表歌哦，出埃及记。好，那么咱即马来讲台湾的主权地位现况，搁小可复习一下哈。好、哦，咱台湾是因为马关条约哈、哦，是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，甲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签订合约，以两国家伊的臣民中修边河，共享幸福，而且杜绝将来纷争哈、哦，这是。马关条约前年所讲的哈，啊，表示讲是天皇对天皇咧签的哈，所以这块土地是移转给日本的天皇。那么皇帝无可能亲身出马，所以中国大清派李鸿章，哈，啊，甲伊的囝李景芳。那么大日本帝国是伊的内阁总理大臣，就是首相，这个伊藤博文，哈，甲伊的外交大臣，哈。陆奥忠光为全权大臣、啊、彼此教业所奉谕旨，任命军属妥善无误、啊、就是讲这叫规定来、啊、OK， 那么马关条约内文的第二条款有讲，大清帝国将管理下开地方集权，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、军旗、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，永远让予日本。注意这句。永远让日本的拼不赢的嘛，哈、哦。所以即马中华民国常咧讲，自古以来，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吼。伊、哦、用即款感情，用历史，啊，伊拢无想讲，自因阿公就卖人去啊，甲今还阁回讲去地，较早阮阿公的安尼对啊，好、哦。第二项是讲，台湾转到甲所有的附属岛屿。这种牛日本，第三偏欧立岛，哎，这有一个经纬度中间的所谓诸岛屿啊，东西。啊，台湾转到及所附属各岛屿，都包括钓鱼台，好。伊的马关条第三条款哈，前款所讲的这，伊连着地图哈，所谓讲疆界。在本月批准互换完了后，两国还阁选派两名以上的官员，共同划定疆界委员，哈，就地踏勘确定位界，哈。即就讲，咱一般土地买卖啦，哈，民间的土地买卖，咱是毋是爱去大使遐签合约，哈，啊交钱了，啊大使替咱去请这个地政事务所爱派测量员。来测量买卖双方
伫确认完头前，伊咧电盖机哈，拢爱承确认嘛哈。另外民间就加定金啊，何况哦，这个国土的割让哦，所以爱个咧确定化解哈。来，那么第五条款，本约批准互换了后哈，含两年之内，日本准大清帝国女务地方。让有地方就是台湾甲平湖的人民，你若要迁徙台湾甲平湖以外，要去别个所在吼，你会当伫两年内你变卖所有的产业，退去界外，离开台湾就对了，甲平湖。但是若两年满了，还无迁徙走，伊足以甲你当作日本的臣民，吼，就甲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甲你管理吼。好，啊，这就是当初的。1945年四月节，日本天皇下诏书伫台湾哈，以大日本帝国宪法施行于台湾哈，这是诏书的原版哈，啊，这就是台湾为刚开始哈，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个法律哈。啊，当然，伫进行1937年，伊就伫台湾实施皇民化，哦，内地一统，对台湾人爱学日本的。加清英吼，风俗习惯，啊，甲讲话吼，尽量拢爱学讲日本语哈。啊，因为四月初有迄个诏书哈，所以日本较有资格伫台湾开始征兵，啊，这就是伊对台湾已经有建国主权哈。啊，同时台湾人嘛有参政权甲参战权，参政权就是讲会当派五名的众议员。三名的参议员去日本的国会参加，哦，政治的迄个议会哈。参战权就是讲，当然迄阵已经有效忠的对象啊，就是效忠日本天皇，所以日本会当在台湾征兵，所以咱台湾人靠参战权哈。过来，咱来看，伫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投降了，伫9月7日。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名号命令，啊，这当初是在签受降书嘛，吼，伫这个东京的东京湾，迄、那个秘书旅舰店员签受降书了，发布一号命令，吼，命令蒋介石部队代表明军来受降，占领台湾。啊，你注意哦，是蒋介石部队，唔是中华民国的国军部队，哈，因为当时。代表中国的有四个嘛，啊，我讲的就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权，延安的毛泽东政权，南京的汪精卫政权，满洲的这个满洲国，哈，啊，所以只是无头前无挂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名号。1949年，国民党国共内战输，哈。所以走路走来台湾，啊，迄个来台湾是武装难民，非法入侵啦。尽管这是有照法律来，照战争法来啊，哈，迄阵来无济，但是即个来有800多万。啊，这个来你看，因是武装难民。你过去你讲像两伊战争，这个伊拉克还是伊朗，因这百姓要逃难去。附近的国家要求迄个邻近国家甲保护，因袂使炸武器入去人的国家，哦，伫边界拢缴械。但是遮伊走到台湾，拢炸武器来，哦，大炮、机关枪、飞行器拢来呢。啊，所以台湾迄阵咱早就伫1945年。中国军来哈，算蒋介石部队来，咱着日本军拢缴械啊。啊，迄阵呢，日本有差不多30万人的军公告人员，包括伊的眷属，拢要在蒋介石部队甲遣送等于日本本土，所以嘛无一兵无日本军啊。啊，咱台湾呢有做日本军呢，嘛拢缴械啊，无武器啊。所以日本事件发生，咱台湾人。无法度跟伊对抗的，就是咱无武器哈。
好，那么个复习，2006年10月24日，林志升哦控美案，那么华府的联邦法院判定哈、哦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，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要搁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哈、哦，啊这，咱有讲过啦哈、哦，这都前个应该你若上初级班应该这我有讲过哈。哦就能够跳过哈，因为时间我今日无啥到。好，但是咱林志升秘书长控美案，这中间吼被告的律师这个查某哈 Peterson， 伊伫联邦的法院有答辩讲，美国无台湾的法律主权，这句话是对的。他只有握有台湾的法理主权，但不是拥有。握有不代表拥有。好，就刚才讲。你看外口男女朋友哦，手牵手握有，但不代表拥有。人不一定要给你，啊，人嘛不一定要给你娶，好、哦。啊，但是实际上，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。哦，你一个领土，哦，你若甲讲一般的土地，比如你若有一块地、一家地，我判量话给你租。给你租五年，啊，你每一年十年，十万啦哈。那么我把50万拢交给你，咱签订合约了，你就是放弃你迄块土地典管的，这个管辖治理权，你个放弃了，变我的，我要住典管，要种啥物作物，要种金蕉，要种木瓜，要种山啊奶枝，在我种。但是五年到你若不爱阁租我，哦，你就收回这个地上权，哦，管辖治理权，哦，我给你租，迄天合约生效，迄天开始，你是放弃迄块土地，这个地上权，哦，啊，就是那国家来讲，就是管辖治理权，啊，是这个意思哈。那么蒋介石。代理美军来占领台，这只是一个国际委任关系了哈。那么这你也在网络去查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草拟之前哈，一个记录哈，你的会杜鲁斯跟吉田茂这个会谈的记录哈。啊，这个当今的中国存在还有39,100台湾移民，就是代表讲咱跟日本还有连接掉嘞。如果咱台湾啊是一个已经独立的自主的国家，即个英灵咱就应该甲请转来，吼、哦。啊，要个下里遐就是讲，咱要个属日本的，日本天皇，吼、哦。啊，即个咱过去底下翕相，吼、哦。好，咱来比较讲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、法律、宣言，以及外界咱来做一个比较，吼、哦。第一马关条约。日本是讲好这下关条约，第二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第三台北合约。那么这个台北合约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伫1952年4月28日生效迄天，伫美国的要求之下，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签，伫大台北签这个台北合约。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台北合约的母约。那么，但是这个日华台北合约，伫1972年就失效呀，就是因为1972年，这个日本政府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，所以日华台北合约失效。好，过来美国台湾关系法，哦，这伫1979年4月70日订立。追溯到1979年1月7日生效。过来，开罗宣言。好，啊，这个其实刚才是一个新闻公报。我今麦出来个讲，这个叫开罗谎言呐。伊一直用这个来跟人讲，哦，因为开罗这个新闻公报，所以摕到台湾的主权。台湾因为开罗宣言已经移转。把主权移转给中华民国，
你甲看这位置，第一个甲第二个 A 甲 B， 即拢叫做国际条约。国际条约位置上悬的哈，过来台北合约，但是已经失效呀。尤其这个台北合约是一个国家跟一个流氓的政府所签的，哦，这位置当然较低。那么美国台湾关系法是单独的美国的国内法，所以这位置一个一个愈来愈低。啊，到这个开罗宣言，啊，都各路边讲啊，啊，无人签字，哈。所以为安尼看，咱上条啊看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是51个国家伫旧金山合约开会签署这个合约哈，所以这个是上重要。台湾以后所有，咱拢爱回归到历史的原点哈。对台湾会当救台湾的是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那么开罗宣言到底有效无？当初其实是这个罗斯福总统，伊派一挂情报人员伫台湾收集情报，已经知影讲蒋介石迄个日本军甲派到美的这个四川的雾都重庆，啊又派代表咧跟日军准备要和谈，对，啊，互你日本占的这个所在，啊，咱就到这为止，互你占的，哦，你就。咱即马开始停战，美国真烦恼啊！蒋介石若要继续抗日，啊，日本军有百几万的军队，伊若抽一半，差不多50几万，若抽出来来收这个南太平洋这个岛屿，美军若要反攻，美军来死足的。所以罗斯福想一个计谋讲。啊！你蒋介石，你来开罗吼，跟阮这个其他吼三大巨头来开会，丘吉尔啦吼，啊，迄个迄阵斯大林、罗斯福，啊，我甲你行政，你有那四大、五大强国之一的领袖，哇、哦！中国人都上爱民主的，听着世界五大强国，啊，你阁代表中国的这个领袖，哦，我爽了，我欢喜了吼。所以就走去参加。罗斯福甲讲，你继续抗日，你爱钱我给你钱，你爱武器我给你武器，你爱后勤的物资和食的，我美元给你斗三工。战后，我甲台湾甲朋友幸福你，哦，伊听了我爽了，当然嘛答应。啊，所以就是安尼，继续搁。表面是讲咧抗日啊，其实伊咧壮大自己。美国要给伊遐武器，要给伊拍日本兵，伊拢尽量留开卖用。哦，表面功夫应付一下，剩了拢留咧。伊怎讲以后，伊爱搁跟毛泽东决一死战。哦，所以拢伊拢保留实力，无真正咧抗日哈。啊，其实美国人是安尼啦。伊若讲着尊重，美国人较诚信嘛，较有信用，讲个着尊重啊，不一定讲着爱签字。当初若讲了有握手着尊重啊，哦，所以本来战后有可能先来叫蒋介石部队来接管台湾，就是以后有可能真正要甲台湾行转予中华民国，但是天不从伊个愿望嘛，国共内战里输。啊，过来毛泽东派兵去拍南韩，抗美援朝吧，所以已经违反当初蒋介石甲美国讲的讲，战后阮无要扩张领土，吼、哦，也袂去拍其他国家。结果毛泽东去拍南韩的，已经违反当初开罗的迄个精神啊！哈、哦，所以伫韩战爆发，吼、哦，1965年。那么韩战爆发，1950年哈，6月25日爆发了。那么隔两天，第几期的罗斯福，哦，现在杜鲁门总统，因为罗斯福是已经过用的，杜鲁门总统所以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，哈、哦，
啊，台湾海峡中立化，哦，伊美国底下台湾海峡派第七舰队咧巡逻，第一个目的也不爱好蒋介石反攻大陆，也不爱好毛泽东来赤化台湾，哈、哦。所以咱有头拄安尼听起来看吼，台湾的真正国际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，简称日属。美国君主政府占领台湾，叫做美占。当然，即马暂时许中华民国咧代理管理吼。好，过来咱来看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加迹象。好，啊，咱之前和我顶个初级班讲的。法理的依据中差不多有吧，哈。啊，即马咧讲迹象，啊，咱拄啊秘书长有讲 ，AIT 美国再来时，内湖的新冠，伊的意义是安怎？哈，现在伊这个新冠爱占到要2万平，我差不多大家差不多7家，哈，开差不多1亿，即马已经对个预算价差不多1亿到要7000万啊，哈。那么伊迄建筑物。一定防核弹攻击，哈，有地下碉堡，哈。那么周期是99年，又加99年，哦，这差不多变200年，也才讲到永久啊，哈。那么将来企鹅要进驻到8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，这根本一个新总督府的气势，哈。其实就是东海防卫通信电站指挥中心。你看，全世界大使馆，咱这个头排第二名，吼、哦，那开钱差不多开上济啊。迄阵那要讲上快、上多、占地上大，当然是伊拉克的这个美国大使馆，因为伊拉克因这个伊斯兰回教的这个激进派，不是用汽车炸弹来攻击，吼、哦，用汽车炸弹来冲入，啊，所以因。伊拉克迄个大使馆咧，纵深足深的，路阁做弯弯翘翘，互你要塞紧阁塞袂紧，吼，互你冲袂入，好纵深深吼。啊，若要开钱开上去，差不多咱台湾这个，吼，谈你讲像美国的北京大使馆，开钱我来开真济，但是可能也无这个咱这台湾这个吼。好，那么咱来看这个防御性公投，这阿扁也伫2004年1月7日，不1月16日宣布要举行防御性公投。那么伊公投的内容，首先要让美国看过，吼、哦，啊，现在拢唔免让英国还是法国，还是其他国家看，都要让美国看过。当初美国为头到尾拢一直挡，陈水扁要办遐什么公投，统独公投，好、哦，咱来想讲。啊，现在你美国是一个号称民主自由国家，啊，恁家己拢有咧办公道，啊，现在阮台湾学你个美国式个民主要办当公道袂使，其实美国咧惊讲统独公道，台湾人有一半以上个人，迄个国民党60几年个洗脑，已经洗脑到因拢变认为因是中国人，所以你若统独公道，有可能会输去吼。啊！但这个防御性公投，美国找无理由要甲反对啊，所以我呢答应互伊公道哈、哦。那么台湾若有悠然，美军会来斗三江哈、哦。咱来看莫拉克风灾哈，2009年这个8月7日莫拉克风灾，哦，这个美国因为卫星测量，哦，这代志大条，啊，所以。迄阵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无要接受外国的救援，伊讲钱来人免来啦。你看这人我爱钱，吼、哦，无顾着讲咱台湾人伫这个风灾内底，吼、哦，需要管国外到援助。哎、啊，其实伊是有意思要予中国解放军借这个机会入来台湾。啊，当然，美国嘛不是省油的灯啊。美国的情报单位虽知影这个消息，美国虽通知中华民国讲，我美军要去台湾救灾，啊，恁中华民国，恁这个台湾地理当局，
跟我美国的对话单位是美国国防部。欸，奇怪，以前美国若要去外国讲救灾，美国有一个美国救难总署，啊，这个那不是救难总署出品。原来咱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，当然是爱找美军，啊，美军的头家上就是国防部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美国国防部就随派军机军舰运送这个救援物资入来台湾救灾，由飞行机要降落台南的机场，吼、哦，伊唔免中华民国批准，因为台湾定义的。我主人，我当日要回来，就记在我的吼、哦。所以当作迄个军舰吼，两栖登陆舰，好不好？顶外有直升机，伊个超级装甲直升机，足偌只，会当把怪兽调开，载伊到迄个纳马夏迄边吼，迄、哦那个小林村呀，啊，佫会当调迄个山猫吼，鹿头机的。啊，这就是美国军机要降落台南机场哈、啊。这个 C-13 栋，伊拢占一挂这个防水胶布哈、啊，要有起临时会当防遮风挡雨的这个临时屋哈、啊。啊，这物件会当印证讲，美国要个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23条，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全国这个新闻，所以才会当军机入来台湾。你一般军机、军舰，你若侵入人的领海、领空，迄、那个国家是会当甲你拍灾落来、拍沉的呢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，因的军机、军舰来到台湾，拢无代志，吼、哦。一般你莫讲军机啦，你都干那民航机，你都袂使侵入人的领空，没有得到允许，吼、哦。侵入人的领空，吼、哦，这种有可能用拍了，吼、哦，像南韩的航空。这个南韩航空，伫这个苏联迄阵个旧苏联的时阵，一只民航飞入去因个领空，都去拍灾了，你会记？好。那么，伫2012年五月二十，迄个波哈，美国军机佫再一个降落伫台湾哈，啊，这当然是波音737的400型改装而成的美国。行政专机哈，空军。那么，迄阵是美国派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主席罗斯雷廷啊，这个共和党的哈，率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第一当局的局长的登基典礼。好，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，拢因为行政。这官僚拢未再搁称呼中华民国，还讲叫做台湾治理当局，这是台湾关系法来的，也这个名词哈。啊，你也想，因要来马英九要就任哈，五月才就任，迄、那个早是10点，那典礼开始，因那下晡才来，啊，这敢那咱讲嫁娶，娶新妇哈。啊，一家族个，啊，请人客是，我爱迄人来宾讲是，人请中昼，伊暗时才来。讲这意思就是讲无尊重，伊无咧信你这个局长啊，哈。啊，你如果细汉呢，哈，无哪有人咧讲下晡才来。为啥你咧看讲美国，他很会使讲很自大，哈。那么，第。2011年三月在日本的这个祖妈咪哈，造成日本的核灾。美国第3月18日撤侨来台湾。迄阵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台前为日本撤侨，当因中国。啊，法国嘛撤侨当因欧洲的领土哈。啊，是安怎美国他也无撤去因从近的这个关岛啦，还是这个夏威夷，安奈撤来台湾？哦，这嘛真奇怪哈！我来看，美国伊个军队嘛，佮做一个做完了都入来。啊，这你佮注意看，因后壁穿个背心，叫 AIT， 就是美国在台时，伊要撤侨前一天，
AIT 啊，美国在台协会的发布新闻，停机所有的美国签证，因的人员拢总招来桃园机场，咧支援伫只因家的涉海关，咧验因美国人的这侨民的身份，后来迎接因这侨民等啊。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，吼、哦，中华民国因的海关无伫遮咧审查美国人的这个护照。海关代表啥？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啊！你若要入来我这个国家，你还伫我当地住在恁遐这个领事馆、大使馆，爱申请签证，你有迄个签证？提来到同这个海关，啊，确定我啊，这是我的国家法核准的迄个签证，等于来给你入来，我、迄是个主权的象征。好，啊，你再看，伊注册海关，就是表示讲，台湾等于还阁是日本啊，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，好、哦，所以伊会当随时。开设海关，啊，买单随时关闭。那么台湾管理法第二条 B 之六甲 C 有规定，维持美国的能力，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，还是其他的方式的高压手段。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，维持美国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就是军力啦，好、哦，这是美军保护台湾的这个法律依据，好、哦，而且嘛是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利甲义务。那么过去，咱来看下卡，在1996年。台海危机的时候，美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接护台湾，一架在北台湾的海域，一个南台湾海域。迄阵会发生这危机，就是头一届台湾人会当民选总统，就是迄阵李登辉甲彭明敏咧拼中华民国总统。结果李登辉咧讲两国论，有无？哦，阿强啊，去配面，所以就规定基隆外海、到高雄港外海有一个禁区，准备让位啊通过，就是要封锁咱的港口。啊，这非常危险，因为台湾的迄阵的粮食自给率，敢那才32%到34%，就是迄年啦封锁。粮食自给率会当到34%，啊，若较欠收，剩32%，等于讲，咱68%，三分之二会食的物件，爱靠国外进口，哦，大麦、玉米，哦，小麦，哦，啊个，这个番麦啊，这方面的哈，啊，那么你个想，咱的港口有红色，这国外物资袂当入来。啊！咱台湾阁是一个海岛型的经济，咱所有的这电子产品要外销国外，嘛爱靠港口来出口。啊！这对咱经济，伊只有讲，头拄仔咧讲的这个经济制度的和稳定，都会受到迫害。啊！人民的安全，你无通去食。比如讲，咱本来一天食三顿，啊，即卖无粮食进口，战备粮若食了。啊，咱家己生产粮食，拄啊一剩三分之一，啊，拄啊本来食三顿，拄啊一即马话剩一工食一顿，啊，即马台湾人，我以后着为了粮食，咱着南北战争啊，吼、哦，为了抢粮食，咱着小家己小台啊呢，哦，所以这对咱人民的安全、甲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变化，所以美军着爱根据台湾关系法，伊着爱。美国克林顿总统都要派航空母舰来保护台湾，就是依照安尼来，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克林顿是依照台湾关系法，下有权利来派兵，好、
啊，啊，你也想，其他国家敢有派兵来给咱保？无啊，因为没有法国台湾关系哇，没有英国台湾关系哇，敢那有美国台湾关系哇？哈，好，过来，他都要讲了，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。日本政府的海关拄到握有，啊，他都讲过啊，非拥有台湾的主权之美国，无权对上司执行管辖权。敢有新罗咧管头家？无嘛吼？敢有讲，譬如咱一间公司，吼，啊，咱做员工的伫变数，啊，董事长啊，你来要用变数，啊，涂骹有惊人，啊，咱员工讲，董事长啊。啊，涂骹遐垃圾，你太不爱扫扫啊！敢有人咧讲无嘛吼？拢嘛头家咧叫员工哎，甲变做维持好清气。那么同款，这个海关，这个知识海关，等于讲，咱家己头家，咱倒来到咱家的门口，咱是咪锁匙起来，就要拍开，就要入去啊？咱敢会去？问咱门口迄只狗仔讲，哥哥，后尾入去敢会点？中华民国只是迄个派来代管咱台湾的嘛。等于咱的伊在美国头家要倒来到台湾，伊毋免经过中华民国同意嘛。当然来到门口锁匙举来就拍开就入去啊嘛。吼、哦，所以咱顶下看到讲。美国开始中华民国的上司哈，的头家了哈。好，好，我讲主人随意要回来，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。OK， 当然不是国家哈，啊，这就包括有讲的哈。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啊，这好，啊，这刚才有，这有前个有讲过，你有听过？无啦吼，好来，这个美国是常进人哈，就是讲你台湾伫你当局那咧选总统，无论是两蒋也好啊，你顶位马英九阿扁啊，拢爱看美国的脸色哦，什么都是美国对台湾当局说三道四，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。好、哦，这个2000年阿扁啊，迄届第一届选到总统，5月20。阿扁的就职典礼，伊去咧讲四不一美哦，对咱来讲，伊是受着美国操控甲指导。当初伊选着好，阮足欢喜，想讲终于赢得国民党，吼、哦，着台湾人出头天，台湾人起来做总统，所以阮足寄望讲，阿扁的总统就任，伊要演讲的是要讲啥？吼、哦，阮迄阵，吼、哦，大家着点。电视机头前咧等伊实况转播，结果伊甲你讲一个四不一没有，啊，阮遮独白大家拢倒向遐，有够失望啊！好，啊，咱来看讲，到底伊是咧讲啥？好、哦，其实这四不一没有，就是要安搭这个美国的心嘛，吼、哦，都要保证讲他不会作乱，袂是讲这个中华民国。因的代表选无到，我咱台湾人去选到啊！啊，台湾人是不是宣布台独？哦，这美国作惊讲咱宣布台独，哈、哦。所以咱来看，伊四不一没有是讲啦。第一，阿扁也讲无要宣布台湾独立。第二，两国论无要入宪。第三，无要举行统独公道。第四，无要变更国号。第五。无废统一纲领、国统会的问题，啊！这不，为啊，咱是选一个放屁总统啊！全世界选到总统的就职典礼，去里拢嘛要讲伊的理想的愿景，我绝对好咱台湾人以后幸福快乐，大家落地啊拢饱饱，啊，环境甲你治理甲足好势，好咱。有钱有尊严，结果伊去了讲，伊这拢无要做，啊，就免选啦，那选你要创啥？吼、
我说这是美国在操控指导，美国才是老板，老板叫你做什么，你就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啊。好，那么委任占领这个授权书，1979年美国承认中华流亡的中华民国，但是1979年一月初，伊跟流亡中华民国断交了。啊，你注意哦，本来这个原底有一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嘛，但是美国伫这个中美断交了哈，美国国会赶紧制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底下。伊个本质就是讲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，好，啊，这就是安怎？每一届呐，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选出来，都爱白宫有一个贺电去甲承认，好，哦，这嘛是一个原因之一啊。即马跟来讲，以台湾关系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，啊，美国的官员拢袂使去称中华民国。啊，当然，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嘛是继续咧统治台湾，啊，只是换一个名称叫做台湾治理当局。啊，你莫讲继续讲，哦，你当初陈水扁台湾人的总统，唔是台湾国总统，伊是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哈。咱，啊，台湾人开始头壳登未过，讲，因是去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唔是咧选台湾国的总统。过来，恁来看讲，2008年年初，哦，玉山四号政经并退，迄阵阿扁啊，邀请迄阵的马英九，伊已经选到总统啊，还袂就任哈。但是马英九拒绝，但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杨淑丽，跟美军的官员，坐这个云豹装甲车，你比横山指挥所观察。横山指挥所就是会使讲。咱上观战、上 top 的一个指挥作战的一个战情中心的对吧？啊，这遮重要所在，会当予其他的国家的官员、甲美军会当入去。啊，这毋是咧泄露国家机密嘛？其实毋是，你若甲横山指挥所观察这个官吏个该视察，安尼你就知影，是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下属单位。好，哦，安尼就知影，哦，所以美国才是老板。OK， 好，迄个美国下令多少伊个车联牌，即个国会各式军事武器，咱来看，哈，哦，啊，即战车本来即拢有一个乌乌迄个国药哈，啊，即拢由美国叫伊促销，啊，哦，即依稀可见哈，过，哦，来，即嘛依稀可见。拢糊掉的哈，啊，为啥会当看出讲美国连这个中华民国的军事武器的 logo 拢给糊掉，就是讲你袂使阁用中华民国来代表，哈，你已经看我断交啊，你袂使阁有这个 logo， 啊，这个原因是嘛是讲咱你甲告，哈，咱必须讲你若无叫伊甲这个 logo 糊掉，我要甲伊告。因为美国国务院跟你讲的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，对三个：第一，不是国家；第二，有武器；第三，在当地征兵。你来看，本拉登不是国家，本拉登有武器，本拉登用伊的伊斯兰的这个教义，哦，来吸引当地，啊，比如阿富汗啊、伊拉克，啊，这个。伊朗这些人吼，去做兵，去替伊加入这个开打组织，好，哦，来做恐怖活动。啊，咱即马来看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嘛毋是国家，中华民国嘛有武器，佮你美国卖伊的，啊，台湾人付钱，纳税金付的。中华民国伫台湾，叫咱台湾人每一个满20岁吼，体格若 OK， 拢爱去做兵。我都要符合恐怖组织三要件呐，啊，所以你哪当个回 logo 很多点管，啊，就变合法的，伫你美国核准的下卡所成立的这個恐怖组织啊，
啊，你唔是讲恐怖组织拢爱掠起来，拢爱甲剿灭？哦，啊，所以美国讲，哎哟，赶紧叫中华民国来 logo， 伊个国徽拢来呼掉。好，台风金马加入 WTO 是美国协助以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。好，啊，独立分离关税领域什么意思？简单讲就是，君主占领地区，拢叫做独立分离关税领域。哈，拄仔咱秘书长也讲过哈。OK， 过来，阿边啊，伊要下令进前，哈，冒气下飞弹引起美国关切。哈，啊，这是中央社，哈，伊伫最新的一期的国防新闻的周刊报道，阿边啊总统伫下令前的一两个月下令。试射一个中程飞弹，但随引起美方的关切，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特别赴台湾的国防部来查证。你为啥甲看？连咱新造的一个中程飞弹，美国拢爱来管的，吼、哦！而且咱迄阵中华民国这个。国防部前国防部长蔡明宪，啊，这台湾人，伊讲美方对台湾试射飞弹感觉真关切。一名国务院的官员过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，问伊讲：啊，你有试射飞弹？伊讲有，但是还未生产，还未正式生产。伊就是蔡明宪这个国防部长，佫爱甲美国保证讲，台湾的飞弹是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。都要去共保证讲，我这干呐要防卫呢，无要共攻击。我开下侪钱，你研究，吼、哦，没有，因为最佳的防御就是攻击嘛。啊，你讲你发展呢，无要共攻击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为只来看，事实上啊，拢美国咧管呢，吼、哦，咱袂使想搞呢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看。和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、日本、台湾。哎，够奇怪！啊，这三个你甲加起来，就是大日本帝国啊！哦，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进程的大日本帝国啊！好，啊，咱来看伊管制什么内容？第一，飞弹的射程；第二，核武研制；第三，战争时阵的军事指挥权。第二个话，飞弹射程，韩国当初，哈、啊，底头三当前，美国还佫个限制讲，伊个飞弹的射程，敢来定300公里呢？啊，因为这个天然剑事件发生了，美国即马放宽，伊会定做800公里到500公里，好、啊，你若。800公里的，你的弹头敢来顶300公斤，啊，你若500公里的，哦，你的弹头一定加加头500公斤，哦，连这弹头的重量，还是伊的射程，美国拢甲韩国管制，好、哦，啊，头拄啊，咱咧讲啊，咱连台湾一个中程飞弹，美国嘛咧管咧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核武研制，啊，你注意看，这三个所在。拢无核子，拢无原子弹，受到美国的这个原子弹这个管制哈，也研制。包括你看，中华民国蒋介石迄阵口头向国际宣布，讲中华民国无要研制哈，这个核子武器，但是偷偷啊，伫中科院哦，清华大学的核研所。拢咧研究要安怎做原子弹，一直到特别成功啊！吼、哦，结果美国有派一个这个 CIA， 美国吸收的 CIA 人员，就是张献义，伊伫中科院来去做这个科研所的这个副的所长、副所长，伫特别成功进程，伊赶紧联络美国。讲蒋介石，因个团队已经特别成功啊，所以美国随派人来，甲核研所、甲清华大学因个
这个小型的核子反应器加哈，加仪器设备拢甲拆掉，有诶，搁用阿门陀甲封起来。好，啊，你甲想，伊那样，遐大主大来到别个国家，甲人的核子研发的设备拆掉，甲封起来，啊，不伊那不爱去甲北韩金正恩伊的核能设备去甲拆掉，去甲封起来。那不要去把伊朗的核能设施啊，伊个拆掉封起来，好，因为迄毋是伊的军事占领地，台湾是伊的军事占领地，受他掌控管控。好，来战争时阵的指挥权，韩国指挥官是韩国人，哈，副指挥官是美国人，平常时。无咧修正，拢韩国的指挥官咧发着即个军事的调动创啥？但是呐，南北韩战争开始，即个美军即个副指挥官就起来咧领导战争的指挥权。好、哦，第三三点钟本来因规定讲，伫2014年就是今年，美军要甲战争的指挥权要行登去予韩国军。的指挥官，但是因为天安门事件发生了，韩国军搁甲美国协商，讲较慢的，好、哦，慢请甲这个战时的指挥权刷登来，给我南韩的军队，好、哦。啊，咱来做一个小结，哈、哦，美国是发达的国家，咱拄啊所看这迹象，哦，恁来当讲知影讲，美国。一切依伊个美国国防部因规定的这个国际战争法依法行事哈、哦。那么美国总统嘛是有国会甲法院咧监督，唔敢违法。所以美国总统伫1996年台海危机，美国总统爱依法爱派出军队哈、哦，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保护台湾哈。伊、哦、唔敢无做，无做就违法哈。哦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真正的地位，吼、哦，就是日属美战，就敢若咱台湾人，去予中国国民党用愚民教育，甲咱教甲咱台湾人拢戆戆，拍呆拍呆，吼、哦。以上的种种的这个迹象来证明，美国一直咧管辖台湾，吼、哦。哦，美军拢无离开台湾，吼、哦，一直咧占领当中。只是因即马拢穿便服，哦，无穿无，因为当初美国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伫1979年要建交，因有一个条件就讲，爱叫美国从台湾撤军，哦，所以因表面上是穿军服的拢走啊，留伫台湾，而且伫个一挂重要的雷达站、监听站，哦，拢要阁是美军。只是因即马穿便服。好，啊，那么咱来参考其他国家因自治建国模式来做一个探讨哈。古巴的建国模式，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哈，啊，伫1998年十月签这个巴黎合约，西班牙放弃古巴，我就跟台湾同款，啊，日本放弃台湾，啊，当时。嘛，割让菲律宾、甲波多黎各、甲关岛和美国，但是美国协助古巴伫1902年的5月20日独立成功。哈、哦，啊，咱来看台湾甲古巴做比较，第一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，结果古巴独立成功。那么台湾究竟地位未定？那原来是因为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殖民地才会当独立。台湾是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袂当搁割让出去，嘛袂当独立啊、哦，这就是一个原因哈、哦。来，那么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咱来看，当初菲律宾嘛是西班牙战争，因为巴黎合约，美国为西班牙摕了菲律宾。那么菲律宾跟台湾同款，台湾有台独，菲律宾嘛有非独啊、哦，因为反抗游击战，结果菲律宾有2000。几个岛，较大个有2000几个岛，那挂较少个要4000几个。那么，这飞度哪一
打美军，骚扰美军，美军来派兵去甲追剿，啊，伊就为这个岛走迄个岛，啊，美国就是美军足啊真忝，所以美国甲因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反对头目甲招来讲协商，讲你哥我关十年，哦，啊，我甲恁的这个行政系统创个较好些，好，啊，我要互恁自治，啊，这十年你好啊。甲台湾、甲这个菲律宾的行政秘书，恁甲学好。所以伫1947年的7月7日，伫美国的协助之下，和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。当然中间有这个日军武力，甲规个菲律宾占领落来哈。那么你甲注意看这个7月7日。菲律宾的独立纪念日，跟美国的国庆日同款嘛，而且意涵嘛真深。啊，当时美国在2010年7月7日嘛是邀请咱台湾民政府去美国挂牌，台湾民政府在华盛顿首都的这个使馆特区挂牌，嘛是意涵足深的呢，哈。那么立陶宛建国模式，我这立陶宛都伫苏联的西南部呢。伫第二次世界战后，随后苏联甲并吞。那么苏联并吞了，嘛是用君主统治。啊，所以伫1990年3月在这个立陶宛的民间议会，家己宣布独立，但是迄阵国际社会拢咧甲观望。无随甲承认，啊！但是立陶宛的人民第一届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，因咧选举拢歹去投票，所以因咧投票率差不多伫咧30%上下。啊，这个投票率，互全世界看出讲，立陶宛的人不爱阁互苏联军事占领来管军事统治，所以苏联军伫立陶宛的这个军事管理，哦，军事管制哈，统治已经失去合法性，所以伫1991年，因家己办一个公投，哦，完成独立了，苏联看大势已去，等到率先甲承认，哦，啊，咱会当为立陶宛第一届苏联军的君主统治的选举哈，的意义。这个咱台湾人拢去参加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权的选举甲投票，因中国人流亡中国人伫台湾要选伊的领导人，迄是因中国人的代志，好，啊，咱家己抓走去看伊选，哈，咱袂晓伊个低者，咱个那个低者甲投票率，我那低于50%，安尼全世界就知影讲，咱台湾人无爱去和这个中国人继续甲咱统治，哈。过来，其实咱本土台湾人应该爱第一认得中华民国各种的选举嘛，哈，好，好，啊，过来，咱来看琉球访问模式，哦，这顶那初级班我那大概有讲过，哦，这琉球民政府伫1952年成立，伊嘛有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哈，那么伫1948年到1950年中间，因用米寻金票来代替这货币，但伫1958年以后就开始用美金。1972年，琉球人若要去日本本土，爱用美国琉球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哈。啊，这是旅行证件的样式。啊，那么台湾将来嘛要要求美国，你爱发旅行证件话，啊，这是美国，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哈，因所发的 travel document， 就是旅行证件。啊，将来咱。要求美国爱发类似这款的荷兰本土台湾人，这是咱目前努力的目标。那么琉球访问协定，你要注意哦，是1971年6月17日，日本政府甲美国所要求讲要赔3亿2000万美金交了，所以因签这琉球访问协定。所以伫1972年5月15日，尼克森政府。依照琉球海湾协定，把琉球还给
日本，当然包括钓鱼台，哈、哦。这注意哦，拢无办公投，因只用签订反文协定。哦，所以有一挂独派拢讲，哦，当初琉球是因为因用公投方式，较等于日本的，无这个代志哈。是开钱赔战争债，赔了主连德行李啊哈。但是四十一年前的3亿2000万美金嘛，真大银哈。好，那么咱来看，琉球伫美国军事进入占领之下，伊的主要结果是虾米情形？这是因已经回归了后，有一挂解密的资料，由日本的这个学者去研究出来。哦，原来这个阿美利卡哈、哦，美国合众国政府下卡的国防部下卡有美国军政府和民政府，因这个组织、这个政府有资格命令和指示琉球。因家己成立的琉球政府，啊，这个、琉球政府就是头拄仔因本身有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吼、哦，较来管冲绳的住民，吼、哦，同款，台湾嘛是同款啦，吼、哦，顶管就是这个安尼落来，到这变台湾民政府，美国的军政府授权，让咱台湾政府来管台湾的住民，吼、哦，以后咱用来造这个琉球模式，哈、哦。咱六十几年来，伫中国党的教育之下，真济台湾人拢许教育做讲，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哈、哦，爱认同中国，哈、哦，这个都叫做认擦做老爸，哈、哦。那么，咱来个2008年到2012年，这流亡中华民国咧选总统大选，当作统独公投，结果呢，咱台湾会变作通牌的台湾，割予。中国合法并吞，因为呐，马英九伊代表通牌，小英甲谢长廷拢代表独派。啊，你若安尼算嘞，外国人拢讲，啊，恁台湾人欢喜要予中国人要予通牌管嘞。我讲将来，吼、哦，将来若用合法并吞，就怎？解放军来一摆，这国际上是合法可能。到迄个时阵。每日嘛真歹插手，因为这是恁台湾人民主的选择，我来遵守恁尊重恁民主的选择。哦，恁要跟中国统一嘞，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就爱轮日永世浩劫，哦，这作假啦嘞，哦。到迄个时阵吼，咱若独立建交了，咱来担任的责任义务甲风险哈，台湾人爱纳税，啊，纳税台湾人佫做不来。台湾人爱去做兵，哦，台湾人嘛，介侪拢不爱做兵哈，因为你要家己去做兵去保卫台湾，啊，你要保卫台湾，你要家己去买武器，家己发展武器，啊，这要开足侪钱，对不？而且咱伫还袂加入联合国以前，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，其他的国家无法律无义务出兵干涉。好，啊，咱来以当地文，哈、哦，独立建国做例，哈、哦，这个当地文，啊，边后一个罗马国家，那叫做印度尼西亚，简称印尼。好、哦，当地文在1975年的10月几被为葡萄牙独立出来，哈、哦，成立当地文民主共和国，但是伫阿贝附加入联合国，到刚后随后印尼甲入侵并占领，所以1976年的。七月变作印尼的一个省，叫做东帝汶省。了后中二十年中间，统独抗争造成10万至25万人的死亡，好、哦，这嘛真悲惨哈、哦。而且来到1999年8月30日，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，因全民的公投，当然绝大多数的东帝汶人拢要同意为印尼独立建国。因为迄湾是有带足重的吼，所以一定爱独立建国。啊，所以公投伫九月下旬进入迄个时间，印尼军佮台西差不多清洗的当地文人，并摧毁当地文大部分的国家基础的设施，
造成到今仔日东帝汶也阁是全世界上散车落后的国家之一，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外国援助。哇，阁愈悲惨吼！啊，即款的独立的结果，敢是咱要爱？哦，咱若独立，咱阿未赴加入联合国，隔壁迄个水骂骂过来，哦，台湾迄个短短安尼，好。啊，咱来比较，伫美国政府管辖下，吼，一寡比较哈，一线之隔，咱以墨西哥州甲墨西哥国来做一个比较。即个墨西哥州，下骹灰色即个做墨西哥国，啊，结果。墨西哥国的人拢伫这个边界一直咧偷渡入去墨西哥州，啊，墨西哥州就是当初美墨战争，好，啊，这个墨西哥州由美国军事占领，啊，了变成美国另外一墨西哥州，好，啊，你看向占领，啊，这无向占领，一直要偷走入去，表示遐靠。啊，过来，你来看，那美国甲加拿大这个边界，你敢有看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，还是加拿大的人要偷渡来美国？无呢，因拢真容易自由进出嘛，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啦，因的自由的程度差不多，生活水准也差不多，吼、哦，所以免偷走去呀，啊，都我都住原地，住好个所在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免去偷渡。过来，一海之隔，哦，共军占领红色中国，美军占领台湾，来做比较。你会记二十几年前，中国遐因遐人民为平潭福建的外海的平潭，不是偷渡来台湾，坐渔船啊，为新竹的南寮渔港起来，还是去东屏东的南边东港枋寮遐偷渡上岸，云南啊。吃较好趁食，迄阵台湾钱淹卡肉啊！哎，你迄阵还阁活在水深火热啊！所以红色中国的人，叫解放军占领的人，拢要偷渡来美军占领台湾啊！表示台湾迄阵虽然跟其他世界国家比较歹，但是起码赢中国赢足济，吼、哦！所以咱会再讲，好佳哉是迄个美军占领。今仔日咱若有苏联军占领，咱嘛凄惨吼，咱拢原来拢过去可能早期拢爱去集中营住，去劳改。所以台湾若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自治，免税免招兵，吼、哦，啊，国防甲军队爱美国爱负责，啊，像家己爱搞占领，占领你爱顾好啊，唔好叫别个国家去退，免后强个退。好、啊，咱省落来这国防军费。哦，一定来好好建设台湾，变作东方的瑞士理想家园。哦，这咪足好。哦，卖假敖讲哦，我着要独立，大行拢要靠家己啊。迄担足重的吼、哦，咱担袂起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啊，咱过来看，以台湾的名义要申请加入联合国。好、哦，再有一个台湾驻联，啊个曼谷因咧讲的中华民国要反联，来做一个分析。首先，咱来分析用台湾的名申请加入联合国，啊，这就阿扁啊，做中华民国总统所提起，伊讲我无要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抢迄个联合国迄个席位，我家己阁做一条桌啊，甲做一条椅啊，我来坐在边啊，我无要跟伊抢，就是用台湾的这条桌啊，台湾迄个椅啊，要入去联合国坐就对了。但是你也知影讲，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，是以国家做单位吼、哦。那么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？唔是嘛吼、哦？因为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吼、哦，就是讲爱有人口，爱有领土，爱有政府，爱有外交权。那么你也想，台湾国敢有人口？无呢，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呢，唔是。台湾国的人啊，敢有领土？歹势，这块台湾地是日本天皇的，不是你台湾国的。不过有啦，阮有政府，歹势，这个政府目前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。伫1979年了，改做台湾地理当局，嘛不是你台湾国的政府。
有台湾有23个外交国家，歹势，你把迄个建交公报摕出来，顶元所签的拢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去跟遐小朋友国家签的，用钱买，嘛毋是你台湾国去签的啊。所以你即世人无，所以你台湾毋是国家，所以你无可能加入联合国。所以阿扁迄阵送件去到联合国秘书处，随用退件，对不对？虽然台湾看起来改成一个国家，但是我等于用一个例，等于把一只狗，哦，身躯甲洗好清气，西装甲穿落，内裤带甲拍，手甲牵咧，牵在地火箭事务所要请身份证，讲意思，你还没有进化变作人，所以你无资格去请身份证，啊，你还袂进化变一个国家。你当然袂当去申请加入联合国，哈，安尼意思。好，那么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日属美占，只干是一个地理名词呢，哈。卡苏咱台湾若要建国，主要我讲卡苏哈，爱有五个步骤，咱来叫步来。第一，就是爱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，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，吼，把伊个政权结束，把政权交咱台湾民政府，互咱台湾人家己自治。了，咱来阁要求咱个母国美国，迄个跟美国来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，看爱赔偌济钱，付偌济战争债，把这条钱还了，依照台湾返还协定返还倒来日本。然后，咱来个美国，唔，咱来美国、日本制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，做法源。然后，这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源了，咱开始这样依据这个法源来做办台湾公道，来决定台湾的前途，看是要阁留在日本内底，还是要家己独立变一国，还是要跟日本做 Commonwealth。像大英国协呢，那是大日本国协。那么台湾人拢伫这个头前，第一步拢也袂做，为啥？直接都要甲跳来到上下边，都要讲公道啊！拢无要管讲美国这个债权人，还是日本母国这个所有权人。哦，你看安尼有含无？台湾人无要认真了解台湾的法律地位，啥咧乱舞？等于讲，人国际法有规定的，咱拢无共遵守。敢若讲，伫交通顶管有一个交通法规，这个交通法则，咱台湾人横冲直撞，无咧管人青红灯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独派真吃力。吼、哦，过去我真支持独派，哦，因为讲因讲的拢敢若圣经拢对的，要带咱台湾。哦，出出一条青路，六十几年来拢咧弄饼，拢咧弄玻璃，像迄个弧形咧弄玻璃，弄袂做就弄袂做，弄到鼻青脸肿，个老平工会。好，啊，咱来过来检讨讲，那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重返联合国，重返，伊用踢出去，即摆要去等伊。好，来探讨看，咱来看1971年的10月25。这个联合国的2758号的决议文的意涵，哦，联合国这个议文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的权利，承认伊的政府的代表伫中国是中国伫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的代表，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为伊伫联合国的组织甲伊所属的一切机构中。所非法占领的这个席位上驱逐出去，才刚好讲个中国驱逐出去，无呢？伊即卖咧讲的是蒋介石的代表，就是讲这条伊啊，蒋介石的代表咧坐，把这个人啊赶出去，顶外这个名牌嘛，还佫中国要滴咧，好，
就是讲伊这民法 China 拢要滴咧，椅子拢嘛要滴咧，只是这伊啊换人坐，啊即嘛换上坐，就是换毛泽东的代表机啊咧坐咧。所以中国要搁伫联合国，啊，不论只是用列名，只用中华民国，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拢简称叫做 China。这个 China 这个名牌，这个位阶，哦，这个代表，这个名牌拢要滴咧。好，即马咧讲的，就是讲是哪一个政权可以代表中国？好，啊，那不能代表的就被驱逐出去。好，所以列亮公只是政权更换，但是这个 China 还在。好，具体即马往毛泽东的代表伊啊，这伊啊，好。所以你即马要搁入去，等于爱搁可能抢了伊啊！啊，等全世界已经差不多195个国家，差不多170几个，拢否定你已经唔是一个国家嘛？好，啊，咱来解读这个 China， 翻译是瓷器嘛？好，过来支那。因为用音韵，日本是用支那、七那哈，日本的发音是用七那哈。按那台语发音就变菜拿，啊菜拿哈菜拿。按那因中国人跟你讲，今天要去哪，今嘛要去哪里吃哪，啊，因都开公家的钱哦，暗时啊食大顿的吼，反正拢开公费哈，拢假公济私。啊，若要拆路吼，拆厝啊，啊拆哪，即马来换要拆对了，对个，好，处理住。啊，即马钱哪吼，啊摕爱有钱来开办代志啊，哈，啊这处理哈。今日拄久中插一下插花啊，好，好。那么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搁重返联合国，这伫国际法的规定，法那个国际法的规范定义哈。中华民国已经伫1949年的蒙古啊，无法度代表中国。啊，这蒙古嘛，蒋介石家己讲，伊伫潮汕吼，伫阳明山会议的时候，伊那干部讲，我们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哈，家己讲的哈。即马干那剩金门、马祖这个残余国家，啊，这在像讲只蛇、死蛇、活尾了啦。即马剩金门、马祖这两个要活的哈，头前遐蛇心拢死掉的。啊！中华民国已经死啊，要安怎还人？啊，咱台湾国还袂出世，还要安怎入人？一个已经死啊，一个还袂出世，好，所以无法度加入联合国哈。好，后来啊，三个精神病患，看医师的 case 哈。我来讲这个故事，就讲这三个病患，啊，都关伫精神病院。啊，拢呐，每三个月，这医生拢爱去甲请来到伊个诊疗室，甲检查看，啊，药啊食了有较好无？那好就会这样出去哈、哦。所以因三个就来伫个诊疗室，那么医生就伫这白壁顶面画一道门，佮画一喇叭锁伫遐，画好了甲讲，啊，恁三个拢好啊，会当为只出去啊？好，两个水肿起来。就去抢迄个门把开不出去，啊！医生害到啊，这两个还阁关。啊，看另外一个，哦，啊，这拢无顶无当，安尼这个好来看，伊讲，啊，你唔是好啊，你哪不爱出去？迄、那个安怎个因？伊讲啊，迄两个笑的啊，啊，锁匙伫我遮无搞，我摕锁匙要哪出去？啊，这变得较假大，较严重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本来医生对伊讲哦，寄望足悬啊，这个好啊，袂去抢迄个门把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来检讨这三个，三个病患拢无认为家己有病对无？讲好啊，就两个就冲出来。另外迄个讲锁匙伫我遮，无甲我摕锁匙，我就出去哦，表示伊拢无承认家己有病。啊，咱来看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，这就较无台湾意识个哈。哦无独立思考能力，吼、哦，牙香的对白，吼、哦，无东无派，吼、哦，这我是安尼个定义。
那么第三个，这是独派人士，伊自认为讲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啦。啊，到阮民进党上大党啦，啊，恁台湾民政府才几千个尔，恁也无来活活，台湾建国未成功，啊，咱就毋是要建国，咱本来就有国啊，咱是大日本帝国个啊，咱哪着过去建国？好、哦，咱只要回归日本大日本帝国了啊。啊、所以他们都自认为说台湾就是我们独派在出来的，你们不来甲我们不可能成功、哦啊、这就自认为、哦、这很自大的，自大到一直在弄饼，弄到鼻青脸肿也继续在弄，面子不然是拉不下来、哦、所以在我们里面很少看到民进党还是建国党的成员，真正就是讲，因过去刚带唔到路去啊，即马派势来咱遮，因过去拢因咧主导，即马煞看咱咧主导，咱的论述，咱秘书长伊的文章，伫咱民政委官网，哦，差不多逐工都拢有新的文章出来，我们的论述一直在往前走，因的论述差不多三十年前的停滞啊，没有新意，无新的路，走不出去了哈。所以我现在拄到咱秘书长伊个论述，我足欢喜。较紧，我逐礼拜来，吼、哦，因为即几个月，吼、哦，来拢三工。啊，咱过去上到八十期，我差不多逐期到，吼、哦，会使讲毋知有相拍无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希望讲恁来遮上了吼，恁原来发烧，吼、哦，那本来37度哩，无嘛加一度38度哩，吼、哦。卖像我笑啊，笑有拄啊好就好啊。我某啊，定咧甲我 complain 吼，啊经济拢唔平，吼像最近咱咧，逐礼拜来拢三工较忝，吼我礼拜播咱翕相了，我转去，隔工我还阁做我远个工过啊，真忝啊。拜暗时啊转去甲我某吼，我忝甲要死，伊甲我某甲应一句，我笑啊，伊讲。嗯，啊，你若听到台湾民政府，你就活起来。啊，咱这个医生是 TC 的成员，伊拥有正确的国际法律吼，冷眼观察吼，要医治患病的台湾人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咱大家上课，咱起来要学做医生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啊，咱来遮学好了，把咱个法律论著，比如顶个新台湾论啊，看清楚，读好通了，咱来去广为宣传。因为咱台湾民政府欠足个人才，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来斗三工，因为咱要接政权，足个代志爱做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啊，咱学做医师，但是我原来有咱个动心，吼、哦。八九公，伊八伫高雄的罗德有一个这个龙华堂，捌听过无？有吼，伊八伫遐做志工，伊甲我讲一个实际的状况，伊讲伊嘛看一个足正常的，甲讲，啊你都好些好些，你才不爱出去外口，伊甲因安怎？唔当，外口足危险的，用钱那足危险的。吼、哦，外口笑的足济，我听着我爱笑个。啊，所以，阮当初来遮受吼，来遮，啊，阮哩讲讲台湾民政府这个法律论述，有诶拢甲阮比讲，咱破去啊。啊，有诶较好诶朋友来甲我问看，啊，你是发烧烧了歹个，同款，真正外口笑的足济吼。啊，所以咱来遮学做医生，爱学好，出去爱讲话会清楚，吼、哦，会当简单明了学呀。啊，你唔好出去跟人讲吼，讲到跟人收钱，啊，钱甲暗棍棍挡大条，唔好。咱来学讲，有一句话讲，软蛇啃牛无，啊是软蛇啃猪，迄蛇啊软软个，猪下白个，猪下就袂叮当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软蛇拖牛的，蛇啊个牛更偏啊，轻松叫伊就对你行。就是咱
要用和善的语气，敢那咧传福音，讲有一个好康的，我要甲你报，啊就讲，啊我著去食对一间的牛肉面，足好食，我今仔甲你报，好、哦、甲你讲这个好康，用这个方式来甲咱的好朋友亲戚，好、哦、来讲，好唔好讲个取笑量哈。那么理想的建构台湾未来的模型，哦，就是伫美国军政府下，咱台湾民政府来主持。过来，哦，以立陶宛的模式，拒绝军政府体制下的选举，和投票率低于50%啊。过来，琉球访问模式，另外一个模式啊。过来，跟日本结盟为联邦啊，邦联啊，联邦就是像美国。美国等于是50个国家，结合变成一个合众国啊，美国。啊，邦联就是像大英国协，哦，因为54个国家组成的，好，比如澳洲啦、纽西兰啊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度，哦，这些国家拢有50几个国家，所以因这大英国协，你哪一敢拍伊其中一个国家，有50几个兄弟咧？找你算账，哦，你看印尼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啦，比如咱若跟日本变作邦联，就敢那讲，以后可能北海道算一个国家，哦，本州、九州、四国、琉球、台湾，拢是一个国家，啊，咱组成一个大日本国协，哈、哦，甚至将来咱做一个中立国。像瑞士，安尼吼，跟日本同居，跟中国同居，跟美国同居，跟其他国家，咱拢总会当来往，吼，会当做生意。好，那么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，吼，真侪人会甲我反映讲，安那无爱叫美国拨经费，予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，啊，过来。那不要叫美国的军队赶紧来占领、接管台湾。第三，那不要叫美国把流亡中华民国的政府刷去金门、马祖。哦，这我真接听到咱的学员，哦，安尼咧甲阮反映。那么，咱来检讨咱家己，哦，咱应该爱知影讲，历史世界在内，美国跟台湾是敌对国，咱即马是被占领，美国是占领者。这个上下位置，哦，等于头家甲心头，你要搞清楚。美国对咱台湾民政有两项要求，咱敢有准备好？对两项，就是讲个训练4000个接收人员，哦，这储备干部，啊，搁爱41万个呢，台湾政府身份证。啊，这两项咱若无做好，咱就无资格去要求美国爱做这三项，哦，啊，这真重要。所以咱来阁继续拍拼哈。那么台湾是一只未停的航空母舰，哦，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，共同来防卫台湾。好，因为曼谷拢想尽办法要叫咱反日反美。你要看，两年前迄个马奇奥，含伊日本这个男朋友拍咱台湾的司机。哦，迄一礼拜透早报到暗，就是要激发咱反日的这个情绪，咱莫中计哈。过来，伊用这个毒牛肉好无？这个内底有迄个瘦肉精啊，来去多巴胺哈、哦，这个物件，啊，是不是叫伊把这资料和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去立法院咧辩，等于叫咱日军咧？借刀杀人的对吧？提供资料给日军的立法委员，啊，伊咧骂美国，啊，美国你夭寿，吼，啊，你要用这毒牛吧，要来讨咱台湾人，造成咱台湾人反美，咱无中这个计哦，吼，咱应该爱，咱卖叫伊让联合中国来治理台湾，吼，来压制台湾，啊，咱特别要联合美日来反抗，吼，所以你看。到你家，啊边啊这龙华国家中国，
啊，日本一只美国一只，啊，我有时啊常咧想讲，啊，中国遐有差不多千五粒飞弹对准咱台湾，还射程拢达400公里的。我有时啊咧想讲，空虚妄想啊，那我咱台湾政府执政，啊来开国际标，发明两样物件，你好好研究，做一支上来个上大支的鼓啊吼。为台湾下骹鼓开，啊，佮发明上大粒、上有力的烟瘾，甲下骹斗咧。啊，阵甲晒晒晒晒，晒来到美国这个边啊只吼，啊，甲搁浅，安尼，安尼伊遐飞弹啊，拍拢到这就落落啊。啊，伊若要发明迄个洲际飞弹遮大粒的，哦，迄一粒拢几啊千万，伊无可能吼。无可能做遐一条来拍美国，啊！若拍无拄吼，去拍了美国吼，我着美国着甲修理啊！吼，啊！这是我呢空虚妄想啦！吼，啊！今仔先讲到遮，好，多谢各位。各位同心，好哥，各位同心，好哥休困啊！外口餐厅还有当心的当用，谢谢。